知道八月三十一日是什么日子吗？Merdeka， 今年是我国第67个年头，今年的国庆就要搞点不一样的。走，让我们一同看看这群可爱的小朋友唱起国歌有多萌。觉得是从小让他们有一个概念，让他们懂得去尊重国家，长大以后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孩子的他们的关键时刻就是最佳记忆力最佳的地方，就是在他们幼儿时期。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时间去发展他们，就是给他们加强输入我们的爱国情操的话，那他们长大过后对这个爱国情怀没有这么的强烈了。通过这一次他们学习到他们的国旗，认识了我们的国歌，他们更加尊重我们的国家，也更加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对他们未来呢会对我们的国家会产生一种责任感。大家都知道树立唱国歌是对国歌及国家最基本的尊重，但大家或许不知道，要是在国歌播放时没有起立，有关人士可在1968年法令下被对付。所以爱国教育应当从小灌输，而国歌是最直接的爱国教材。中国报祝大家国庆快乐， Merdeka。 中国报听铃声，我爱你。